嗨，我是贤妻超人的。今天呢，贤妻要来教大家做非常软味的小点心哦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小点心吧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贤妻每个礼拜日的晚上7点准时上新影片，每个月的7号，贤妻都会教大家做造型料理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